一，会，很好，扣了一滴。哇！跳跳的时机好难抓。跳跳他诈骗。OK。而且我们这个好还有一个好处啦，我们的武器有没有都是不会损毁的，所以你就可以尽情的打，尽情的用。是的，不会。哎、欸欸，又传送门了。又传送门呢、欸，所以他会这样子哎、欸，好笑、喔很。很多传送门呢、欸。对啊，其实我们门还很多呢、欸，没有都没有开的。对、欸，还是有一些门啊，没关系，我们现在就走回去吧。然后，哎、欸，这里又一个。等一下哦，记录一下，要走这，不然等一下迷路，等一下就直接找不到路了。那个 boss 我们等一下也可以，哎、欸，两只，哇，他还有，两标了，他们现在是两标了，不再是一下了，要小心哦。痛，今天感觉露米都很没压力耶。哦，对啊，因为我今天不需要喝水啊，直接去死就好了。总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但又是我们的战略没错。这战略太棒了！圣水区，圣水区，赚翻天！要冲啊！哦，这路好像特别勇啊！盾牌哦，等一下，不对，不太对，你太勇，不太勇，你打了他了！哇，这个。深海守卫的时机我真的不太会，我觉得很不划算。奴的伤害大于弓，但弓要付很多的强力，就可以超越。哎，可恶！哎，上面还有一只，又干掉一只，又是跳跳，跳跳不打啦，浪费钱。不能不打，后面还有僵尸啊！可以不打、啊，他的那个线就是躲啊，躲就好。哎呦，下面僵尸。啊！为了跳跳，哦，跳跳气死！快走，快走，快走！他浪费我们，浪费我们！快走！跳跳真的，你有被滴到？是没被滴，刚刚才被。我刚为了要赶快打，然后结果反而被那僵尸揍到了。哎，为什么这里还有？还有。哦，没有打干净哦。是新的路吧？没有，那时候就各奔东西，然后你就不打干净。这边一定是南，这边不是西，也不是东。不是，就是你没有打干净，就是让你一人一条路。这边有四条路。所以我们是不是不用走？哦哟，又传送门，第三个传送门嘞，笑死！对啊，根本不用回去、欸。好猛哦！完全不需要。哎呦，我们这次回去，有啊 ，BOSS 可以打、啊。我们刚刚只是在还在找怎么走到他那里去，然后路上有门，当然就是先开啊。然后看看卖什么东西。哎、欸，沙漠。等一下哦、喔。卖什么？卖什么？剑士跟。啊，木盾便宜就买了。三个剑士。我们这样今天好像刷的特别快耶、欸、真的假的瞬间就27啦这个战略很强人在这边人那个斧头太棒了对还有这个先买这个斧头没有哦火焰弓咯小心哦疼疼的对啊你盾牌没有要说我盾牌还蛮多的哎、欸、小心那里不要别你不是你躲不能往你躲不能往没有去过的地方躲，哦，这是这不是看不看得到问题，是不能往没去过的地方躲，直接扛啦！哦，看来等一下可以。我给你先给你一个那个、啊、木盾，给你两个木盾，我也是拿木盾先。哎，这是挡三次的。我还有三次。就是善用盾牌，比起有没有芊芊？应该说，比起药水盾牌真的便宜很多啊！哎、欸，前面两只可以射杀对方吗？是蛮希望他们可以这样子的啦。那就等他们上来。哎呦，后面再射前面。完了！不要！
我的盾牌爆了，只有三次的盾牌。你快退，你快退！趁现在打他，所以啊，所以那个便宜盾牌还是有他的问题啊，便宜货，便宜没好货。便宜就出事啦。对，有 boss， 哎，我附魔一下。对，可以把风力，对，风力全部附上去，风力附上去，超强风力斧就在这里了。来是一刀一只啊，有投射物保护也有，不是这个，等下会很危险，等下太危险。剩下就是等我们拿到奴啊，拿到奴就有好康的。没问题吧？你准备好了吗？是我是不是？对。好，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来，等一下，你的洗板。你这里啊。奴也可以用强力哦，这么强哦。哦。好，所以我们之后玩奴。boss 来吧，哎，要先远离中间，这应该是那个跳跳，左边边熔岩的，对对对对，记得哦，要打那个哦。哎，哎呦呦呦呦呦，干掉！我打我打。喂，哦，那边好像有一只哦，你打一下那个猎人神哦。来不及，他飞上去了。不是啊，哇，努比。卢米，炼神先打炼神，先打炼神，炼神。有一只在上面，哇！哇那就躲了，那就躲。我还要去，我被烧到了。来不及了。没事没事没事。哇哇哇！我直接掉岩浆，我直接掉岩浆，我直接没了。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战略非常的优秀。但是没有想到，我们完全败在猎人神身上，直接跳岩浆啦！是，哎，在真最后一次好吧？真最后一次，这一次不管怎样，就算我们前十关倒就倒了，好不好？前十关倒就倒了，而且我们又同样倒在29。这次战略明明就很 OP， 没有，我知道了，一定是99不好。我们目标是101，对不对？地层大小要101。好，我们就换成10，这样已经没问题了。好，真真正正最后一次了，真正完美战略，加油！我们一定可以的。不是很傲，很傲，我觉得我们刚刚很棒哦。而且这是好多，欸，那个猎神，我还直接掉到岩浆里，我哭了。前面哭过两只哦。好。啊，你怎么射到我？你就两只哭过，两只哭过。喂，我们这一次一定没问题，普利斯 ，one more again。可以的。猎神，等一下。看到我会努力打的，不能委托，要靠自己。不能委托，太远了救不到。你要赶快跑跳过去。我想说，赶快把那些打掉更重要。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们出现复活点了。我没有想到这个家伙更菜。哎，是，赶快跑跳过去。还在混，他绝对来得及，你就直接让他飞走了。哎，他是出这个吗？好像其实我觉得铁也才32块，好像可以直接买。你有钱吗？我完全没有钱啊！你完全没有钱，所以你完全刚刚都没来打怪。我有怪，都在我都在你身上哦。干嘛呢？评价，那我要当打第一下。32块，其实是便宜的啊。买下去吧。买了买了。你看，刚刚我们有全套铁装，对不对？应该就不会被烫成这样了。一定就没问题啦。拜托，碎，快刀斩乱麻。
里有两个吗？扭扭啊！不扭了，不扭了，以后都不扭了。我这里有两个门，你是扭到屁股是不是？没有，腰闪到。没有，我想说那弓其实都可以扭过，嗯、啊，结果没有扭到。哎、欸，你其他全部都探索了吗？有，那边也是两个门啊？为什么这个东西是空的？哦，我这里啊。宝箱不是应该有很多东东？哦，有啊，一个药水跟钱。哦，开门，开门！不能轻易相信人，连队友也不能相信。好。哎、欸。这样不是小帮手哎、欸，是小帮手。那个都打了几次了，差点把他打向我啊！不是你已经打向我了，还要我反应快啊？有跳跳，有跳跳啊！我在等跳跳闪开啊。没事啊，哎，不要理跳跳的。队友可以。哎、欸，好像可以不用过去。可以啊，要过啊，我们全探索呢。你就直接跳走就好了，反正那牵线很久，不用怕。有哎、欸。对。哎哎，来了来了来了。安全安全呐、啊。哇，你还有 key 吗？你还有 key 吗？我有 key， 我有 key。来来来，这里先开。我有 key， 我有 key。啊，我们真的打无可打，会 boss 那一定打。好吧，但只是要先脚下重贵重物品，要花点时间奴哦、嗯。之前我们奴不是用买的耶，我们真的是他是不小心掉下来的。好，不行，我们也要先买铁剑了，这样杀伤力才有。有，等一下有钱再来买奴。这感觉会是水底那只呢？哇，水底那只就很不好打哎、欸。你有附魔书吗？没有，一本都没有。我也一本都没有。那很惨。哎。哦。哦，有那个。有干掉干掉干掉。后面还有，后面还有。安全安全呐、啊。跳跳哦。我知道，这里可以走，绕圈圈。你是不是去打跳跳了？对，摸了他一下。想说他跟我太近了，喂，真的啊！我觉得跳跳都真的能不打就不打、啊，那个太有太麻烦了。靠近他还会收刺，可是那个时机点很难抓。你说不先打吗？刚开始的 boss 血量很少 啊，没有啊，那个 boss 是那一关的 boss 啊，所以他血量是固定的啊，不会成长吗？哦，哎呦，我吃过了。你要不要喝水补水了？我们水还没那么多啊。这个该来了，孩子。啊？没什么好说的了。啊？你不去喝，你不把水喝掉就喝？你还有多少水？我没有水啊。啊，对啊，我也只有一瓶呢、啊。我现在血还 OK 啊。好。深海的哦，要抓距离打哦。你至少要出现，然后让他可以，对对对，有机会牵线你。有啊，我让他出现了。嗯。他喜欢牵你啊。哎、欸，完了完了，被挡到一下哦，砰砰砰！哎呦呦！左右出现啊、欸！哦呦，他看了，他还弄了很多的蜘蛛。你那个牵线不要太害怕呢，你要让他多牵几下呢。啊，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我跟你讲，你不用打，你不用打，你就是让他牵你，对对对对，然后抓好那个时机，对对对对，有没有，可以的可以的，你不要完全都怕呢。我想说，我至少活过29啊。不是啊，你那个刚刚根本就有一点没有在做事的感觉呢，你就是一牵你就走嘞，我看到呢，要稍微等一下。没有啦，你没有看，你看错了。我看看哦，我现在缺水，水瓶，我没钱了。后面还有一个 boss 可以打，所以我们这边等一下也都记得。哎哎哎哎，我没有，哦，没有，我刚看他我已经打了，结果他没有打到，不知道为什么。坑呢、啊？怎么在右边？怎样？又怎么了？我被他摸了两。
两下。你那边要探索完哦，你要探索完哦。我上面有骷髅头，咔啦咔啦，我